为了迎接中秋节来到，和社区长辈以及在地青年会当共同享受过节气氛，大甲市南投社区特别举办趣味中秋活动，对了邀请到乐团来到社区表演，更加是有游客相关的比赛，以及游客料理、平常等等的活动。希望透过各种的趣味体验，增加青年甲长辈互动机会，嘛，让社区更加团结。计时开始。长辈带着亲人囡仔到顶来个社区参与趣味中秋节活动，除了有着迎接欣赏，在各个来体验着套圈圈、爬油画比赛等等游戏。伫了往年的中秋节，拢想出来人到顶来过节，二十八会当来个社区，并来互动游戏，大家也拢感受到满满的趣味。拄则有参加套圈圈，啊，即阵吼，搁要爬油画比赛。啊，这是我唔捌体会的经验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足趣味的。以往吼，我拢交厝的人做伙。刚刚有那个套圈圈，柚子套圈圈，对，小波柚子啊，嘿啊，林头里嘿嘿，可以做风味餐，或是带回去自己享受，对啊，跟家人分享。在平常时，因为需要上班，因此社区内拢加村长辈，以趁着一摆中秋节来到，透过各种趣味游戏举办，除了在地民众体验到一个无同款的中秋，同时让来增加家庭社区的互动交流机会，并进一步来促进社会和谐。我觉得只有在假日才有办法把长中青这三个世代连接在一起，因为平常一到五的时候，其实都只有长辈留在社区，但其实社区的组成它不是只有长辈在。啊，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可以带到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来参与活动。大甲市南投社区已经是连续两冬举办着中秋的趣味活动，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，和社区内民众来感受到过节气氛。而这摆活动也以在地生产油画为主题，除了各种的趣味游戏，也来推广在地优质农特产品。从柚子整颗，从套圈圈到果皮。果肉，我们现在正在剥柚皮比赛，然后把那个果皮剥下来之后，我们校友萃取物，然后中间的果肉，我们待会有那个餐盒的 DIY 制作自己属于自己的餐盒，然后供他们等一下就是做完课程之后可以享用。透过活动的成功举办，唔少长辈和在地青年在趣味游戏当中拉近彼此的距离，让社区来更加团结。大甲市南投社区的表示，未来将会继续举办类似活动，让社区更加侪民众会当来参与，营造和谐社区环境。记者江怡长报道。